对啊，我也觉得塔姆挺可爱的。就 A 一下，对啊，我也这么想。First blood。马利诺斯说，人们都觉得巨龙已经灭绝了，可他又不让我们人类证明。这个法师现在也得抓紧急。那又回到问题了，这把怎么出装？这个出装咋整啊？三下再磨切，我闻到了，人类。哎，我怎么把药吃了？哎，不知道，点错了。那是绕后了，三项加魔切是吗？好的，怎么样出先出有 CD， 如果早点走能走掉。Please!
打下来了，好尴尬。把他打到鼻血，尽我所能了，算是。那杀不掉，大不就电晕了。我只能说差那么一丝丝。干嘛？我要听起来就很好玩。我们能出发了吧？在这里回城。走哪去了？这个就只能叠兵了，不能叠人了，很亏啊。上路打了半天了，加料还是没来。加料不是人，他本来就不是人，他是一块石头，本来他就不是人类，禁魔石成精了。
斯特拉2.0。天雷呀、啊！打的还可以。把他杀了，他们塔就没人吃了，快杀 ！OK， 塔没爆啊，电刀电死了。塔要是爆了就太棒了，可惜没爆，爆了好像吃不到钱。想谋害我呀你、马哥呀，怎么不靠一下？我看你要包他，我才不走，不然我就回家了。看马哥的大招真好用，直接包。说实话，厉害的。马哥的战斗力很强啊。加拉斯来了。我们中段是干什么？找塔。
够。还差二十层。吃我一翅膀。全是魔法伤害。得了纹三件套。加了100滴血，200滴血。能拖住就能打，我斩杀就是。
五杀了吗？对面差点五杀了啊、哦！被天雷给做掉了。海南甚至都没有出推推棒啊，视角直接一压过来，我直接中。太难了，兄弟！可以啊，对面给机会了，葫芦娃了，赶紧趁机发一波。塔是拆不了，他们野区闯。打断你。还是残血原因的已经出现伤害了。德莱文是屏障把我的大招挡着吗？下一阵应该要出一个大清雨吧，对面都很有点肉啊，这前排来个大清雨。面具没啥用吧，面具比青羽还要好用啊，是吗？大伙的粗壮有没有理解啊？
天哪，这塞恩黏住我，根本动不了，太吓人了。古琴龙刀加那个，其实面具好像也没问题，不知道契不契合。按照我的理解，我应该会是大金，但是我听大伙的，方便等一下我好甩锅。这样输了就不是我的问题了啊！小兵，怎么他选择了一回去，一个真正的 man， 我操，一个真正的 man， 哇、哦，人马，可以很尽力了，差一点感觉他能杀完哎，人马，我操，挺有实力的，我被人马恐惧了，我操，人马的大招恐惧了，啊，上塔没人吃得到这个钱。
该不差伤害吧？融化的速度吧，它也还是没有那么快。海南应该是。是我来复活甲，要么阴柳剑，要么复活甲，不是魔抗，感觉在自废武功。这不我犯病了，我不是，我感觉他 Q 已经落下来了，你知道吧？犯病了，犯病了，还好，这波符也站出来了。德兰不肉啊，加疗伤还真可以的，帽子了，十层黑暗封印。哒哒哒哒哒 ，OK， 又来一条火龙，多少攻击力了？320。那我如果拿一条大龙的话，拿得了？拿不了。那就饮血剑吧，买贵的。复活是真的慢，我有3900滴血，其实我血量还是有一些的，主要是那个，我操，赢了呀！德兰威是六级输了，姗姗来迟。剩下的交给我。
destroyed an inhibitor.都差点单杀对面怎么办 ？ADC 了。对呀、啊，他们这个进场，德莱翁还真保不下来。大伙。